身強身弱，你話咧身強身弱，我先任低裁官，或者咩，嗰個係一個 permanent 嘅，即係比較耐啲嘅。但係你嗰年啊嘛，嗰年嘅你我遇到財啊，我身弱，我任唔起財，我攞到500萬，整翻20-30萬出嚟數啊，我都有啊嘛，我有一半啊嘛。但係你話見唔到財啊嘛，冇有錢，所以就話又唔使驚喎。你見到財就係財㗎啦，只不過你留到幾多 keep 到幾多啫。咁我哋有辦法嘅，你話真係話喂，你身又入唔起財，俾曬你老婆咯，因為你老婆係財啊嘛，係男人嘅財啊嘛，咁你咪俾曬啦，俾我俾阿媽，人性俾阿媽㗎，咁咪變咗認咗條數，你自己身又入唔起財，俾阿媽俾老婆。咁大師其實好兩個名即係你有份啊嘛，你一條俾曬先得。咁但係你當然啦，要走嗰個交時，我提議啫。咁所以咧就即係話流年其實好易睇嘅啫喎，即係你第一頭先講咗啦，係咪？呢度有冇形都冇有先。呢個丑啊，咁你2017喎，係嘛？10年。出年係咩？這個呢就是說它還有呢可以看到是陽世金集，這個是之前之後數呢我五位一個陽世一個陰集可以這樣，所以如果你一衝的時候呢那你看衝什麼，其實呢又是三個局面，譬如你未來一次有醜，如果這個醜是自由那個自由醜的那個呢就是陽世陰集，但問題呢你衝一這個呢現在你多數都沒有陰宅的啦，自己的房屋的啦，那你衝怎樣呢？裝修咯，搬下屋啦，想下些爛東西舊東西啊，這樣咯，那不然呢你不裝修搬什麼呢，一是公司啦，是不是？如果公司又沒有整，你又沒有裝修呢，你實病，這個這麼多年的經驗來的，教授你說些東西壞但大數又會咁啊！你嗰啲嘢壞好過，你唔係咧你壞，好衰嘅一衝起上嚟咧，你唔裝修咧，個雪櫃壞，個冷氣機壞，冷氣機壞咩？咁都好啊，嗰啲壞嘅。你咁啱咧，就你啱咧，人人五王啊！你走近人咧，就東北嗰啲五王道，所以我哋又攞埋風水嚟講，你嗰個五王道東北嗰度，哇！你大劑，因為你腦一定要諗，即刻諗曬出嚟啲嘢，你即係話。個方位啊，流年嗰啲嘢，咁好簡單啫。我哋有通勝噶嘛，個通勝咧，直播帶俾你聽噶啦。咁啊，點解唔使揾 Apps 添？啊，唔使啦，有曬講曬喺度嘅。啊，揾本咁嘅嘢得噶啦，有曬講曬。得嗱，我 highlight 曬啲嘢，全部咧就係嗰啲咩馬騮啊、蛇啊、豬啊嗰啲，就睇佢。哦，今日新聞講。哦，那個64歲蛇，哦，那個哇，全部中曬，嗱，你唔使翻去睇下，好邪嘅真係。所以我哋成日要多啲留意啲新聞，跟住對翻啲嘢，咁你學嘢學。咁又咧，因為咧，每一樣嘢有周期，這個呢個咧其實咧就是、一柱命嚟嘅，每一條柱，頭先講個甲啊或者乙喺邊個狀態咧，咁我哋揾翻個十二長生條咧有個表嘅，呢啲就係你。上網就找到的，現在 很方便，以前我們呢死背爛背，跟著整個 Excel 自己整的東西，現在不用了，現在省了很多東西。總之我們即最重要是找這個，你一生人呢當然是那個六最好的，這樣我們會看到的，那搞一件事就是如果他走了六運呢，那個面是飽滿就不是肥的，他走了食神雙官運才肥的，整個身體是食神雙官運，但他走個六運呢，他是一生人最好的狀態的，叫做呢很精神，個面是飽滿了，不是肥的飽滿，但身不會肥，一看哇，你都走了，但
嗱，如果嗰啲肥嗰啲咧，可能係食緊傷風藥，又唔係喎。如果行緊嗰個路品咧，佢係一生人之中最好嘅狀態。嗰段時間佢係叫做咩啊？神咗一啲藥嘅，個所有啲嗰啲部位咧係扮都係填滿曬嘅，即係唔係肥嘅填滿曬，唔係腫話。要你要識睇啊！所以嗱，呢嗱咁頭先講咗咁耐，要學下面相咯，面相買嗰個字，學下面相。其實第一手出嚟睇嘛，望下呢條友錄緊啊，即係黐埋先。頭先我哋講咧，啲運氣都係咁啊，你點好運咧，黐埋嗰啲好運嘅得。黐埋好黐埋嗰啲咧，你又新又新，越新越衰。你又喺度新，你屋企嘢嘅，屋企黐埋。所以就誒。即係你當然咧，人哋俾你黐啦，係咪啊？即係我想黐埋李嘉誠嗰度，我好似最近衰運啊，唔好黐，你行一啲運，啊揾一啲，你行咗啲 friend， 哇！咁醒嘅個樣，佢行緊路運。咁有啲係可能嗰一年嘅，有啲行緊個大運。咁所以咧就話我哋需要咧就話你點去改變自己嘅運氣咧，改變氣場咧，就第一樣埋堆先，好嗰啲黐埋佢。咁當然你行出街啦，都話你唔行出街，你冇用嘅喎，你唔行出街揾唔到個老細嘅喎，揾唔到啲 friend 嘅喎，咁啊，一定出去先得。咁另外咧就係避免嗰啲負面嘅嘢咯，尤其是萬大歲嗰年更加，有啲咩死人冧樓好遙啊。嗱，因為有曲線噶嘛，即係嗱，呢個生老病死嚟噶嘛，其實。咁我哋啲人呢個開始咯，呢個出世咯，係咪？跟住咧 B B 咯，跟住咧就識得沖涼啦，跟住識得著衫啦，跟住咧出去做嘢啦，跟住要頂風啦，跟住慢慢咧衰噶咯，病咯，死噶咯，冇。即係啲人唔可以抗拒啊！你喺個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學八字有好多計嘅，即係話，譬如你。入得旺點啊，空旺點啊，好多人問嘅成日都。入旺咁，我哋咪衝嗰個旺咯。啊，我哋可以用三合六合啊嗰啲方法嘅。啊，咁啊，嗰啲我哋揾咯，自己製造落去都得噶嘛。咁多人咧，你要報名。報名可以好深入咁講俾你聽。咁所以你要知道每一條柱我哋都係睇嘅，即係你係父母咁啊，睇父母嗰個狀態喺邊度先啊？呢度邊你曾經喺邊度先？你啲坐你啲仔女或者教你先，每一條柱我哋睇條柱有個宮位喎，要睇埋星咯，我哋星宮同參嘅。即係你除咗呢條柱，我頭先講啦嗰個一撳呢個紅色，佢行到夠鐘咧，佢就會打。武功啊，兄弟功啊，即係佢啊，夫妻功啊，呢啲之類。另外就睇啲星啦，即係話儲四個字嘅，哦，加下一完咗咧，你撳一撳，係佢就自己落噶啦。我驚我要擺上 YouTube， 咁多啲人認識佢。阿鄭都我講，你幫我俾個色路你，你一撳就得。我大約都係講20分鐘，啊，大約20分鐘。你話難咧，尤其係唔係難嘅，即係你捉到啲人啦。一陣即係我講嗰陣時，第一樣嘢。一路睇，望下先，麻煩啲。然之後你第二日睇佢性格，咁你見到面啦，唔使估佢樣啦，你估佢樣都唔緊要啦。我哋睇佢估佢性格，佢性格，因為真係性格會影響到你嗰個彩數，即係你主動啲啊咩啲，咁你就真係多啲機會咯。你話嗰啲被動啲啊，又即係驚驚青青嗰啲，梗係被動啲又冇多機會。主動一定係會。咁喺香港嚟講咧，咪就我咯，因為香港係成日講地產啦，咁你咪最好夾咯，遠啊嗰啲啊嘛，好係佢財啊嘛咁樣。咁但係你話你條命一定又唔係咁啦，喺大陸話做個官添，做官啊，做官邊有貪嘅咧？做官，因為你喺大陸做地產，你未必揾到錢，所以你要知道喺邊度。因為頭先講就話你揸住八字咧，唔好開聲住啊！你問喺邊度？啊，我喺敍利亞翻嚟咁，哇！原來佢好彩暫死嘅啫，因為你要知人喺邊啊嘛。咁你原來最好彩一個就係佢嗰隻船要沉到啫。
你香港唔係好彩個話幾棟樓收租啊，點啦係咪？不過你要知道佢喺邊度，即係好冒昧，買一八字又可以好神啦。你講仲有一樣嘢就話咧，頭先講咗咁耐係咪我哋可以掌握未來嘅嘢？咁你之前咧好多啲大師啊，哇！你幾多年做咩？幾年做咩？咩？咁跟住出年後年咧，全部唔準嘅喎。好多時發覺就俾完錢之後，出年後年，尤其是講幾時死啲神唔準嘅。嗰陣時睇個大師啊，嗰個咩掌上大師啊，佢話我阿媽話幾歲死，我阿媽講完得就話我阿媽八幾啦。誒、哎，佢嗰時話我話幾歲死啊？而家未死，有攬牌添啊，有咩攬牌俾佢？咁啊，佢係掌嗰陣時咧，我記得我27歲，21歲得佢睇佢嘅。跟住本來咧，我又話醫佢咧就，佢就抵唔去噶嘛，排一年期好巴閉噶，排一年期我即刻去啦，接佢去啊嘛，講啦。即係講咩？跟住佢講咧，即係我走嗰陣時，佢有名帶啊！佢又話：你唔使翻嚟揾我，我點解？以後啲嘢你知嘅。不過我嗰時知，我27歲嗰陣時，我戇居居懵一懵。啊，後屘又知啊，原來咧做咗呢行，我呢行所以唔使揾佢。咁啊，講開呢行有衰嘅一樣嘢咧，就嗰個咧喺左度嗰個有鬍鬚嗰個，嗰個咧又冇牌咩嘅嗰個友，我話咧85年我幫襯佢。嗰次又，咩嗰時好，即係呢啲咁樣，我走去幫你咯。上到去，咁啊講咗成個鐘頭，我唔知佢講乜，佢又鄉下話喎，又成日咩三英戰女報，唔知講咩，講曬嗰啲古人故仔。嗰陣頭我唔知佢講乜，咁跟住後屘就係後屘嗰幾句我聽得到。佢話你有結咩結啊？你有結，有三個結，咁我即係點啊？我同你化咗佢3000蚊一個。3000蚊一個，我話好啊，我諗諗先啦。嬲尾先知嘅，原來佢咧就話，佢個仔喺對面就開財務公司嘅。咁你嘅你真係有劫，咁你過唔到佢咪喺對面借錢咯。咁我咧，佢八字完全唔知講乜，我唔中意講嘅。我又聽到啲鄉下話，有個劫咩劫咧。咁所以咧就話我哋學呢樣嘢，最緊要一樣嘢唔好病格先啦，或者起碼自己識。咁你仲有你學咗之後咧，你識好多啲同學仔啊，啲老師啊咁樣，有咩成啲差水啊，問下又唔使錢。你唔入個圈就得啦嘛，入個圈就得啦嘛。咁但係咧，就係咧，我發覺咧，最近咧就係嗰啲 Facebook 嗰啲咁嘅群組咧，又係搞到佢哋學咧，學到亂曬流咩咧，攞個命掟出嚟，跟住咧十個答案，呢個話佢用神係水，嗰個話用神係火。搞到最後咧，即係點啫？冇結論嘅喎，我啲師傅係唔出聲嘅喎，你又喺度坐喺度討論啦。咁你咁點搞啫？咁所以咧就話起碼要自己，即係咧因為有多咧，即係唔知佢成績啊點都好啦，即係佢憑咧就佢講咗好多嘢出嚟之後，你係消化唔到嘅。今日講金，聽日講木，咁即係點啫？咁頭先講嘅又要簡單，你直視，我哋用直視嘅方法。你係春天就係木，你係秋天就係金。你第一樣嘢，第二樣嘢就通唔通先？通就旺，唔通就唔旺，就係咁樣睇到先。你話再細緻，頭先講話氣嗰啲咧，你即係再深一步嘅研究，再細緻啲細拆出嚟先睇到。你頭先講你掌握到咧，你基本上而家我編排係六個月時間喎，你已經識睇喎。咁你又慳翻3000蚊個結喎，咁所以咧就起碼仲有你好多萬收粉㗎，你識嗰班朋友好多萬收粉㗎，咁變咗咧就話啦，起碼自己要識先咯，同埋你呢啲係對翻個中醫嘅理論，所以中醫好多識法，咁你變咗起碼嗰年啦，哇我啊嗱，仲有一樣嘢冇錯啦，講開命嚟，我哋喺海邊生活啊嘛。你個八字咧就冇講俾你聽，但係問題咧一定係濕嘅。你喺咩西安啊，喺咩嗰啲地方啊，乾啲啊，中原地方就乾啲。咁而家我哋啲普遍咧一定係濕熱啦、啊、皮膚啊嗰啲，多數嗰啲病。咁但係咧就話嗰啲又唔係，嗰啲另外啲病，嗰啲啊骨有事啊，血癌、骨癌嗰啲事，我哋呢度啲入邊咽癌啊、濕得滯啊嗰啲嘅。咁所以咧又你攞下八字都好彩，又點解？我哋頭先又講就話你喺邊度先？你喺台灣啊，喺福建啊，喺呢啲沿海地方啊，定濕食得多海產啊嘛。咁你點樣去濕咧？又話你學嗰啲東南亞啲人咯，啊辣椒啊、九層塔啊、
垃圾啊咩嗰啲嘢，食嗰啲食物。如果唔係咧，你蒸好啦，嗰啲都唔得，你咧去受。尤其是頭先講嗰個五運六氣咧，嗰頭先講話冷縮熱漲嗰個係濕氣。濕氣嚟講，你一路睇翻今年係水大咧，定好多濕氣，所以好多濕疹嘅。咁所以即係你要知道，我哋喺呢度生活咧，要食翻呢度啲嘢，咁呢個解決咗你先。你身體好咧，自然你就好運，自然你識得去諗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哇周身病痛咁點啊？又濕疹又成咁嘅，好難。咁所以咧就話，即係唔同嘅地方咧就咁點解就話你喺呢度，你走咗第二度生活喎咁樣，第二度生活都好啲。即係譬如你風濕嘅，你走咗去北美20%嘅，咁你真係會風濕痛。真係，所以你要知道喺邊度生活咯。咁咧亦都係啦，就話你有啲甚至係除咗天星啦，叫你改名去邊個城市啊，咁細緻之外，我哋都講話你去邊度啦。譬如話你呢度咁濕啊，你仲要個八字都係濕好多，咁你咪要去乾啲嘅地方啦。咁你咪走去杜拜嗰度咯，咪乾啲咯。香港咧，我只能夠揀幾樣嘢啫。你話要水，我叫你深水埗北河街；你話要好咧，公眾四方街。哇！你油麻地公眾四方街咪好多啦，係咪你要目標就係大角咀著樹街咩楓樹街嗰啲，即係可唔可揀？楓樹街有。咁所以就即係我哋要係即係個八字係活嘅，同埋咧係三 D 嘅，即係我哋幾方面要考慮，唔好淨係就即係好適合選擇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嗰個所謂學習心訣咧，其實好簡單嘅就第一樣嘢，你睇曬屋企嘅人，你估你個八字先啊，你起碼知道咩運先啊。我睇翻大幾件大事啦，搬屋啦，轉學校啦，結婚啊，生仔啊，咩嗰啲叫大件事啦。你睇曬你或者你啲兄弟姊妹，因為嗰啲實會錯嘅，你先再攞翻個八字出嚟對翻。所有大事咧就～在邊個方向的時候你就會理解到，即係我哋逆向工程嘅意思。咁另外就話你上網咯，上網就睇，即係而家亂曬啲工具啊，都係以前咧要教十堂先教起，而家唔係，而家我第一堂教你用 Apps 啊，攞個手機邊個 Apps 裝曬 Apps 先，係用咁嘅方法。咁同埋咧，我哋諗一樣嘢就話諗所有嘢咧，都係要咁啊。要圓形嘅，所以其實周期嚟嘅。頭先我講啦，500年大周期，500年前係歐洲，500年係東方。而家咁而家到咧就講天星咧就即係天星就係200年、那個周期就係而家2000年已經開始入水瓶座，水瓶座即係話啲水啊波動啊，用腦啊，咁所以咧呢200年裏面咧有外星人出現啊，或者好多高科技啊，甚至有神出現、有鬼出現乜都有。咁啊再細啲啦，3元9運啦，咁啊呢20年我哋行緊呢個法。因為呢啲週期咧又影響住曬我哋嘅，因為我哋空調少。咁另外就香港週期啦，香港週期咪就係97年7月1日嗰個咯咁樣。咁但係大陸嗰個又點睇咧？因為咧睇翻啲機密文件咧，喺嗰啲咧就係外泄嘅內部傳傳文件就話，原來唔係1949年12日啦。由佢班友咧裏邊一早傾好曬，就嗰個時間已經係開始咗，跟住去到12日下就行出嚟講嘅啫。咁所以個八字唔準嘅，因為你話1949年啊，11日又唔準嘅，你嗰啲係機密咁講啊細。咁所以我哋諗嘢咧就話而家外星人俾我哋嘅信息都係咁，因為外星人咧佢俾一個等圓，一個真圓嚟嘅個派3.14乜9個，全部可以分嘅。咁即係話咧，佢話俾我聽，你哋唔好成日諗直線啦，成日諗啲圓嘅嘢，可以等分嘅，可以變化嘅，係球體嚟嘅。咁其實我八字咧係個球體嚟嘅，咁我而家開始影都有人咧。我之前咧有個師兄咧，佢將啲八字反轉曬睇嘅，夾埋睇根啊咩咁樣反嚟睇，咁就係同卦嘅一樣，卦係反轉嚟睇得噶嘛，內卦外卦反卦都得噶嘛，八字都得嘅啫。咁另外而家開始就話咧，有人驗證話南順陰逆嗰個運係調轉嚟行，佢發覺唔係喎，試下調翻正順行。又吸翻我擺翻曬落去大件事嗰度，咁咧有啲人原來咧佢係唔一定話陰男就直行，陽女又逆行，唔係咁嘅喎。原來開始發覺原來順行都得嘅喎。咁所以我哋要去做呢樣嘢就話，你將身邊所有嘅人喺頭先講嗰啲所有大件事，
攞個問題睇翻曬之後咧，係咪擺翻翻落咗？